好的，那接下来就听到我们的掌声啦，拜拜。哦哦哦 ，OK， 不错，那就不买，那就不买了，不买了，哎，很棒，很棒，很棒，很上高，好了 ，OK， 那有任何问题想要先提问吗？其实小月，你今天出来洗的身份有点不太一样，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出席的。今天吗？不知道，我觉得今天我是带着交朋友的心情来，交朋友的心情，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最近工作其实比较忙碌一点，所以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个工作是要出来玩的。对啊，遇到三个跟我穿得很像的朋友们，怎么这么巧啊？怎么这么巧啊？对，哎，我要特别讲一下，其实我从以前就觉得他那个他，因为他有一支影片，哎，我又掉了，我就直接拿了。他有一支弹吉他影片真的超屌的，然后我刚才也是。因为交朋友嘛，那我刚才特别跟他讲，他弹吉他真超屌的，是一个非常却扎扎实实的很屌的音乐人。谢谢 有分享什么弹吉他的心得？他弹的应该比我好哎、欸，真的他弹超强的。那很屌。可能你知道今天遇到今天一个朋友，然后你知道 CC 其实我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鲜，然后就是我反正我们就是都很，反正我真的很开心了。我能说什么呢？今天不太一样，是来交朋友的就对了。对啊，所以什么角色？我觉得。对啊，主要是出来玩。所以今天有为这个舞台特别准备什么样不一样的歌曲吗？今天很多人要来唱、欸，但是舞台就是下面观众很小，所以我觉得能看到的人真的是还蛮幸运的。必须要说。然后我准备什么歌曲？我觉得就等那些幸运的人讲，好不好？晚点再跟你们说。所以应该是跟英国有关的。跟英国有关吗？铁定啊！我觉得 All Saints 本来就是一个英国品牌。你知道我刚去英国读书的时候、All Saints 那时候好像才开始没多久，然后他们在 Brick Lane 开第一间、然后全部的那些那个叫什么 Sewing Machine 也都在那边。我就想说这是一家什么炫店，因为 Brick Lane 其实很破旧的一个一区这样。然后对啊，这几年你知道我跟 All Saints 也算是也很有渊源。然后来到这边，知道我这几年来一直合作，我一直在讲，你们讲一些话。我sorry。我刚才说哦，谢、yeah. 我刚才都已经忘记要把麦克风往那边指了。对呀，对啊，反正就对啊。我觉得 All Saints 到现在，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你知道我也很为他们开心的。所以 OZ 今天身上这个图案是你自己的艺术品。我现在人在人家的 All Saints 的活动讲自己的内容讲得不好意思，但没错，因为这 All Saints 没错，没办法，还是要自己没办法，因为 All Saints 真的这次邀请我，然后我等于是因为想说，我平常真的很常穿 All Saints， 大家可以看看以前每一次的表演，我都穿皮衣，都是就皮衣算是我的主要的一个元素吧。那这次我就很。算是很厚脸皮的说，哎、欸，那如果这次 All Saints 如果可以在我的在皮衣上面，因为我觉得皮衣，上面可以搞自己的花样是一件很摇滚然后很酷的事情，然后也是在这个摇滚文化算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算是习俗吗？可以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可以在皮衣上加工，我觉得会蛮酷的。所以我在我跟我的设计师、我的造型师在后面也是上了一个我这次艺术品牌 Maniac 的 logo 啊，然后袖子也有一个啊。然后其实因为今天全套全部都是全部都是 All Saints， 所以我在鞋子跟裤子上也有做一样的加工。怎样？所以鞋子那个波漆是你自己涂上去？那最好我跟我的造型师一起去滴这个银色的漆，对啊。因为你其实也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是活动，是是是，所以你现在公开面对我们的感觉很好啊，很 chill 啊。没有，其实我根本没有刻意去想，因为我这一次在搞那个艺术展览的是一个半月，我也是从画 logo 到架构网站到什么有的没的，就是搞了很久，所以就很忙，对啊。但是我现在很 chill 啊，对吧？所以之前就没有受到之前的一些新闻或采访，还好哎、欸，还好，我觉得。就是这新闻的新闻， you know， 反正那个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yeah. 就是让大家看到的一样， yeah. 所以就是专心在投入自己，就一直做自己啊，做自己最重要吧。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做音乐还有做艺术，就是 be yourself 就没什么好， you know， 就 yeah。那今天两位女生呢？因为今天其实你们的身上的花纹非常的强烈。
盛熙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你今天其实上面也是有点性感。哦，对，哈哈。害羞，因为我平时的穿搭就是蛮简单的，然后素一点，所以 All Saints 的比较像是 T 恤啊，然后 Hoodie 那种我就常穿，然后比较少尝试这样子大胆的豹纹。那它还有这样子 V， 但是其实穿起来蛮舒服轻松的，所以今天也很开心，就不会感到危险啊，没有危险的感觉，就是因为就是我第就是金曲都已经那样子，金曲都已经那样子，这算是比较保守了吧？安全了，这偏安全了吧？今天反而觉得很 relax， 对吧？还可以，还真的害羞。还有另外一套。有比这个更辣吗？期待一下。不好说是不是？就是演出为主，对。但我那一套我也很喜欢。那 Karen Cici 呢？我今天穿搭应该就是比较帅气一点的打扮啊。我平常因为比较少穿短裤，这次为了 All Saints 穿了他们最新款的短裤，然后我觉得这个背心也是很帅气，就是让我又可以帅气，然后同时又保有一些女人味。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加 All Saints 的 event， 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朋友一起表演，很期待等一下。那最后大家分享一下对后面这个展区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角落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去打电动了吧？打电动，没错。我刚看到就是抓二打二，头文字 D 直接开始尬起来了。我是蛮喜欢印花区，对，可以拍照，就很梦幻的感觉，然后拍起来很美。你是第一次公开场合，应该不是吧？不是，对啊，是吗？你自己有印象吗？我想想看哦，公开唱歌，没有，公开表演唱，公开表演，不是。是吧？对，我一天到晚在街上唱歌。哪一个街上唱歌？你可以 drop 一下坐标。对，就走路自己听音乐，然后就开始大声唱。哦。在公车上。你说天母附近吗？了。哇，直接这样。没有表演，我之前在跟 Aminus 也有在 Legacy 演出这样子。所以应该还好吧？这对这个准备你是准备多久？没有，我真的是，我必须要说，真的是一个，就是我把自己当成一个音乐。我才刚要踏入音乐界而已，其实，所以很多事情不会，对，然后还是很紧张，然后一下子就冒冷汗这样子，所以等一下你刚才看我晚上是什么状态这样子，是不是晚上可能会不小心破音之类的吗？破音吗？破音哦，要担心什么呢？我不知道哎。担心就是在担心啊，担心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是担心什么呢？是不担心就是不担心，不担心啊，有道理。所以看晚上怎么样？所以我很期待了，我很期待跟 Aminus 可以再次登台这样子。对啊，这破音就算了，这破音了，那就希望大家没有录到这样。怎么可能？不可能，惨了。好，我们就期待一下晚上。OK， 谢谢。Cool， 谢谢。我们下巴停一点点，对。
好，谢谢 MC。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郑胜熙熙。在最后一小步 ，OK OK， 好，来进去先中间，来右边一点，谢谢左边，好，进去中间，中间下面来，再来视线左边。好，我们中间再来一次哦，吸引我们中间，好，中间，我们身体微侧一点点，转身一点点，对对对，好，这样好 ，OK， 好的，好，开始转变 ，OK， 好的，谢谢谢谢 ，OK， 那接下来下一位让我们欢迎 Ozzy。来 ，OK， 我们最后一小步，我们往你的前方一点点，对对对，好。好，来右边一点点，这边，对。左边。OK， 这边。左边。好，这边我们换正面，正面来一下。这边中间一点点，对，好，好，视线给我中间一下啊，哦。OK， 好的，谢谢 OK。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有嘉宾，让我们欢迎孟小月。来，小月，我们最后一小步，最后一小步，中间一点，好 ，OK， 对。视线先中间，小月中间先看一下啊，哦。视线右边，来小月这里，中间再来一次，小月中间再一次，中间，好，来。来右边，左边，好，小月，我们中间再一次哦，来 ，OK， 谢谢小月，那小月请留步啊，前面还有这个 BTC， 好，请跟郑胜熙和阿飞一起来拍个合照，哎，一样的位置，一样的位置，对对对。然后后面直接放到镜头 ，OK， 看一下。好，那我们身体就稍微一点点微侧，好 ，OK。好，那我们先，好来右边这边先，谢谢。好，来来左边先。好，来我们中间，我们中间，中间来，来，来吸吸中间哦，看一下中间来。好，那我们再一起中间来一次，中间来中间。OK， 好，谢谢谢谢，好的，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报告。那要把之前先请出的四位，来吧，好。OK， 对，我们再讲接下来的今天的报告。对，那我们先请 Karen 一起来介绍一下今天 Osens 的穿搭。我今天的穿搭就是上衣是一个骑士背衣，骑士皮衣，然后现在这个是背心，但是它同时也是可以是长袖。然后我的下半身呢就是瑜伽服里面的短裤，所以两个穿搭搭在一起，我觉得有种反差的感觉，然后也很酷很舒服。我这次的图案呢，也是这次主打的。日本山脉图加上一些手绘的虎纹，所以还蛮有个性的。OK， 那我们接下来换星星盒。我今天穿的是
霜，它的层次蛮特别的，因为然后我刚刚有皮衣的元素，然后配上短骑士皮衣，觉得它这种这样子看它可以适合很多种场合，不会太过成熟或隆重，就蛮轻松舒服又可惜的，很喜欢。相当百搭的穿着，而且想换 Ozzy 啊，今天非常特别，这件皮衣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OK， 首先因为我觉得 All Saints， 如果呢，我家里的那个衣橱其实全部都是 All Saints 的皮衣，因为这算是我个人习惯，个人习惯的穿搭方式。但我觉得这次比较特别，是因为其实以前买 All Saints 会比较贴我的那个合身，但这次这整个 Showback 是。Oversize， 那我觉得那时候穿到这件，我觉得很酷，因为男生可以穿 Oversize 的那个 Oversize， 我觉得很棒。那这一次穿搭一个小事，因为我最近有刚换了艺术品牌，然后 Oversize 刚开，然后我在这件 Biker 自己做的一点加工的时候，我在我背后对，没错，大家看一下，放自己的艺术品牌，然后算蛮 shame 的，因为我是那个有点很可怕的感觉，直接 crossover。对，然后我刚才也在。发的时候自己，我觉得我看到这个 bag， 然后我觉得说，还是我的袖子也在偷偷 bag， 所以我一边头发，然后一边拿那个立可牌去弄我自己的创作，所以刚才创作出来，刚才创作出来，我热腾腾的这个真的现场直接让大家看到，那你希望因为来自 Man 两跟 Ocean， 好不好？这里可以做一个画作的联名，对 ，Ocean， 对 ，OK， 然后接下来小月，嗨。小月介绍一下今天的 Ocean， 我今天穿什么？我今天其实就是穿，就是大家都不穿 Ocean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很经典的款式，他们花衬衫，他们黑皮。那因为今年的黑皮有丹宁系列，所以他们有配上这个丹宁的边，我觉得看起来穿起来也很舒服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展开带，跟他们靴子，我一直在讲说今年的靴子非常舒服，走路很舒服。OK， 所以就是一切是舒适为主，然后穿搭上面也是非常的实用啊。那四位今天也是用的非常好的一个穿搭示范给大家看 ，All Sense 的这个单品。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进入到联访的时间了来，我们再一个合拍，我们。